我们今天就把这首歌呢送给电视机前所有的正在路上奔忙的人们。太棒了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呢也请云飞呢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拜个年好不好？好，衷心的祝福全国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，新年大吉，事事如意。哎呀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云飞能一次性的把这词儿说下去
你们知道吗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因为之前呢，他每次一到这个时候他就紧张，然后呢，他经常你们看到的是一遍，他需要录好几遍。我估计他在家已经是不是昨天背了？反正刚才在台下琢磨了，真的在台下我琢磨。哦，你还默一遍？然后因为在台下，我突然想起哦。一到新年了嘛，我说赶快必须要说点新年的祝福了。我来想想了一下，那还新年快乐，新年大吉，能换个词儿吗？特别好，特别好啊！所以感谢大家呢对云飞的支持，带我呢向弟妹、向家人、向爸爸妈妈问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吧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